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高贵车道》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天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讲到这边，总统主席郭文德牵涉到金华县案件，昨暗被收押。伊太太陈佩琪今早起呢，有去到台北看守所上饭菜。虽然是无多见到面，不过陈佩琪也强调咧，这财产的金钱流向是无问题。郭文德的律师团队要去到看守所办理律件，郭家认为讲这是为着控告在做准备。另外，民众党也宣布要对抗历史党国，号召民众就要站出来。礼拜会举办头一场的全国开讲。裁定书里面提到说，你们把 LINE 的内容给删掉了。三姐会不会支持这个抗告还清吧？民众党主席郭文泰的太太陈佩琪，在立委吴珊珊的陪同之下，初六早起十点出现在台北看守所。郭文泰因为警方声案的风波，初五获北移裁定羁押禁见。陈佩琪特别准备回客菜含册，虽然讲无法度见到郭文泰本人，但陈佩琪嘛振作起来，表示讲两个人的心更加相偎，会坚定捍卫郭文泰的清白。虽然没有办法去亲自见到他，但是我觉得我来这边，我觉得我自己的心跟他更近了。我不晓得说今天会，因为他对市政我有那么的认真的一个工作的态度，会今天导致他今天到这边来。针对外界质疑郭文泰含陈佩琪财产的来源不明，陈佩琪讲已经向检联调来说明，无任何一条钱来源不明。我讲郭文泰从羁押进前就出现感冒的镜头啊。对，我们都会协助安排看诊。李律师今天会提抗告吗？郭文泰三个人的律师团，正伫漳州检察官陈清源早起八点外，大先去看守所来登记，含郭文泰律师辩会两点钟了后离开，下晡一点五十分左右，另外两个律师就正义肖玉红嘛，一前一后到看守所安排律见郭文泰，今日提出控告，变作这场司法战的焦点。都想要先进一步说明吗？现在不方便。律师跟你为台湾的司法正义站出来。民众党嘛，随调开紧急应变小组扩大会议，宣布做好登记抗战的准备，讲是要对抗历史党国，找支持者去你家路。整个开讲的第一站，台北在台北的济南路。柯文哲主席那一双曾经救人无数的双手，现在正被绿色的新党国铐上手铐。已经被羁押的沈庆京，看守所正是身体不爽快，介乎就医。目前状况有了解吗？卫警集团车辆嘛安排律师入境来了解详情。沈庆京将台北市长批晋升，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邀别助理吴顺民，对被羁押禁见不服，进前向公院来提起控告，结果出来啊，公院是驳回三个人的控告，羁押确定。另外，应邀别车辆嘛已经提出羁押的控告。记者综合报道。郭文德被收押了后，这支持者是真愤慨。民众党台中党部是宣布，初八会包游览车上北声援郭文德，甚至是要去 AIT 交陈情书。不过，强调表示讲，外国媒体真关注这件代志，未来新闻稿要延期版，会予外国媒体掌握信息。另外，昨暗这郭文德被收押了后呢，高雄有民众去到民进党部牵鸡卵，警方也已经有掌握到特定人士了。监视器的画面显示，高雄一个十八人，这个暗时十一点，早事先传好的鸡卵，行到民进党高雄市党部门口，直接牵落去。这时间点，就是民进党主席郭文泰被收押了后，动机是啥物？警方也调查，不过已经掌握特定人士了。不管是不是跟这起事件有所连带关系，目前我真的没有办法加以举证。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其实你们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郭文泰收押了后，提出家己录影片，安打支持者证词。不过，一万部分的支持者对收押结果是真生气，也传出要协调到 AIT 头前来集合交陈情书。民众党台中市党部证实，台北来包车到台北，赞成郭文泰。大概十多台的一个游览车，但是我们现在蛮担心的，临时立标不一定准这台车，在台中报名非常的激烈，因为大家都很干嘛。AIT 跟台湾民众党这边有一些沟通跟联系，对于彼此之间双方啊的尊重，我们不便去转达。
不过像讲外国媒体关心瓜分铁修案的消息，民众党后续的新闻发布也会提供英文版。一路瓜分铁在初二交报了后，这是由日本媒体已经亚洲专访，这个刊出内容内底，瓜分铁讲到伊唔敢保证家己绝对无唔对，不过也批评司法甲媒体论做政治的工具，政府当阿反对派伊讲会对抗到底。一路民众党无要推派代理党主席新会期国会运作，一个党团合作也引起关心甲注意。在野党去监督的一个的一个角色哈立场，是认为监察院是不是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我们会做相当的一个研究。监院、法务部、司法院做出辖院报复的作为，如果他们嫌两个政党的社会信任度不够低的话，就 go ahead。国民党强调，即个政策理念一致，国民党甲民进党有往空间。不过，民进党团对着民进党优先法案包含修宪、废科干、三读监察院有算，甲修刑事诉讼法，批评是扣分不合条件司法，是真无认同。记者综合报道。中秋特别到啊，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一届去到平湖慰劳官兵，是这支空军的天鼓部队，一个陆军的平防部防空连和海军一四六舰队。赖总统致辞时阵也表示，是因为国军的国寿兵将在当安心过节，政府也会做国军的靠山，在营区的这个生活环境或者是武器装备，拢会继续增进。目击敌人军机出现伫平阳附近，陆军平阳防卫指挥部防空连官兵随就定位，操作 DMS 双联装气枪飞弹，瞄准拍到目标。总统赖清德伫边岸看国军规套作战的情书，视察防合作时台海防卫第一线，配 IDF 经国核战机的空军天鼓部队。这是赖总统上任了后头一届去平阳视察，嘛去海军定海洋区，去伫第二号飞弹巡航舰，透过广播向舰顶的官兵发表谈话。大家长时间在海上执行战备以及巡弋任务，感谢各位辛勤的付出，也要请大家关照身边的伙伴，顺利执行每一项任务。罗总统发加彩金给部队，致辞的时阵感谢国军坚守任务，让百姓会当安心过中秋，强调政府会做国军的靠山，也讲到会以检讨的思考，让官兵会当专心在战场的本务。政府也会做国军的后盾，无论是营区生活环境或者是武器装备等等，我们都会持续精进，同时也会采用减法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专注在战训本部上面。台船时代的使命就是国安，所以我们一次把七艘潜水艇的这个预算跟供给都摆在同一个计划里面。我那天在签这个公文的时候，我差点起立站起来签，从来没有那么慎重的去看一个公文。行政院长杜永泰到南去高雄参访台船公司，讲政府已经核定占南国侪计划，要伫2025年至2038年这14年的期间，以2840亿的预算，筹建7只新型占南量产舰，希望台船会当把这个责任担起来，提升咱国国防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個海军金刚级的巡逻舰 PGG609高钢军舰，昨昏时传出讲下晡时阵去卡到这沙巴，海军舰队指挥部今仔日中昼就对外表示，昨下晡3:15确实是有去卡到沙巴。这高钢军舰服役已经超过20年，船顶编制51个人。海军的这个舰指部就表示，船顶人员有随汇报，就安排拖救的兵力。不过这军舰的游员是自己应变，暗时7:30登来到军港，船顶的人员是拢平安。目前军舰正咧进行检测和调查，无去影响到执行任务。不讲家己是台湾第一直不受国家指示去到中国收集情报的军政局退役上校张超然，即马也牵涉到间谍案咯。包括着张超然在内，有4位军政局退役的上校涉嫌和中共的国安人员吸收器替中共发展组织收集情报。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宣判张超然违反国安法，该判刑1年6个月。你有去中国吗？有吗？
有去。就是他们，谁过去？谁过去？谁邀请你去的？我是台湾第一个特务去大陆。过一下，过一下。你是周边在吗？就是天安门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大陆。他对媒体强调讲，伊是台湾头一个特务。刘超仁迄当中阁讲，1989年天安门事件，伊捌去中国收集情报。而且提军政局的资金，在中国成立公司，以台商的身份来暗砍以前部的工作。不过，刷去有检方查出，包括张超仁，拢总有4个军政局退休的军官，涉嫌去有中共的国安人员吸收，替中共发展组织收集情报。我想要说明一下，会不会危险啊？我说中国政府多少钱？根据检方起诉指出，张超仁甲军政局退休的上校周天祖，涉嫌在2013年退休了后，邀请军政局退休省部的上校做伙去中国，甲中共国安人员见面。2016年至2018年，两个人各找退休的校长岳志忠去中国，三个人捌做伙去，岳志忠嘛捌单独甲中共的国安人员见面，交周天祖寄的文件。2016年到2017年，张超仁甲周天祖各一届甲军政局退休姓王的上校牵线，回去中国实习当地国安人员。台北地方法院初了宣判，因为违反国安法，判张超仁1年6个月，周天祖1年2个月，岳志忠10个月有期徒刑。也若姓王退休的上校因为罪嫌不足，宏判无罪，这案还阁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第79届联合国大会伫咧纽约开机，台湾会继续争取参与。咱个外交部长林佳龙最近也用甲台湾列入去联合国体系，会当确保印太地区和平做标题，投书予韩国、瑞典、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媒体，呼吁联合国唔通受中国的压力以外，也强调即连带第2500号国机干涉台湾，讲中国政府拍算要甲即连带第2500号国机武器化，改变台。海建中会危害到区域的繁荣甲稳定。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七十八点纽约开议，咱国继续争取参与。外交部长林佳龙最近就着小伊，加台湾纳入联合国体系，将确保印太地区和平为标题，投资予韩国、瑞典、加拿大、美国这国家媒体。化为联合国必须停止扩张中国压力，重新连带第2500号决议，无讲到台湾，更加无授权中国伫联合国的体系代表台湾，并且指出北京当局企图加以武器化，来改变台海现状，会危害到区域繁荣甲稳定。If you read the resolution itself, the word Taiwan is not even included. The U.S. government, AIT, we've been quite clear that we oppose the misuse of Resolution 2758 to either block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r somehow to tell countries what sort of relationship they can have with Taiwan. And frankly, the world is worse off without Taiwan's engagement in those bodies. And so not only the United States, but other like-minded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seek avenues for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AIT 新任处长古立言上任的后头一场记者会讲，反对乱用连带第2500号决议，讲会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甲活动。也来咱国国安局昨夜注意到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进行访问中国期间，中共操作新一波疑美论加疑台论，操作美国无信任赖清德总统，无真心支持台湾这方向，并且夹一寡新闻元素，像赖总统想要出访，严格美国袂害计竟这无符合事实的代志。心理战或宣传战的部分，从北京的角度来讲，第一个他当然就是希望凸显自己的强势，来弱化这个现在的执政党赖总统。好像指出，中共定期会对台湾进行零敌战，就是希望操作台湾内部对立，并且弱化台湾甲国际朋友中间的互相信任甲支持，不用无小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的霞岛，今下晡发生火灾，因为这工厂内面有放甲醇甲酒精，火势是真大，而且是乌烟真高。初步确认现场是无人掉伫内面。台北市警消下晡1点14分的时阵接到通报，一间伫咧霞岛的工厂发生火灾，隆重出动20台水冷车、79名消防人员去拍火。初步判断，这火势是对草埔啊着火，再烧对工厂内面去，害酒精柜倒起来，也因为这乌烟真高。江北的环保局拢有监测空气品质，目前附近的这个监测器数值拢是伫咧正常范围内，也因为这臭味夜夜飞，提醒住伫树林北头五股八里的这些民众呢，就爱赶紧来关门串户，出门的时阵也着爱挂嘴暗。
看台北看出了，咱看这台南的新营，伫咧初五透早呢，有一间农药工厂发生火灾。这工厂内面呢，有一挂农药甲消防的废水拢流入去排水系统，造成这大排水沟受到污染，变作是黄色甲青色。这环保局回应讲，已经有伫咧采样甲稽查，若准违法者，上当会当罚到600万。台南新营这间农药厂初五透早火灾，乌烟呛到天顶，那空气污染，厂方嘛因为处理袂利，致使有挂消防废水掺农药流去太子宫分线的排水系统，水起头先泛作黄色，即阵阁变作青色，实际去现场也有化学味。在地居民怨叹边个真艰苦，嘛惊大水沟的水质予人破坏去。边个多有只大排，啊多啊，说是可能火灾啊水流落来的废水吼。拢变黄色的、青色的安尼啊，敢若拢有污染着啦。黄色的即个水，就是即个杀草剂。啊，杀草剂是一个水溶性的农药。啊，毋过伊拄好沾毛了即个大雨，啊，清气顶悬的烟可能会滴出着，这样的化学药剂会影响着甚物款的影响着？其实我嘛非常的烦恼。受到污染的范围对新营工业区一直延伸到咸水甲华莱大排顶，超过8公里。环保局讲，透早水势有豆豆开好，毋过有30桥底。有挂鱼仔死去，目前已经有请药厂赶紧处理。另外，学者质疑这款有毒的物件掺火做火烧，会产生带恶心，呼吁政府要赶紧组织化学应变小组，嘛通甲乡亲交代到底敢有啥物危害。更明确的告诉老百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物质，而不是让我们老百姓自己上网去查这家公司在制造什么东西。哇，它有一大堆的农药，一大堆的杀草剂。但是风险事实在工厂上面本来就应该要规范防范的措施。一，违反水污法开罚，最高可处600万罚款，并持续派员稽查触及，缩短善后时间。同时亦持续监看排水系统水质状态。这阵似乎正在采样调查，环保局呼吁大排淹水民众，伫水质还未恢复之前，唔通提来饮残甲用食，就惊环境阁受到污染。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台南麻豆监理站早起发生一阵死亡车祸，一名协助代办检车的查某业务呢，因为把这旧车牌被拆落来交登去给监理所，搁再申请新的车牌，人就伫咧一台南仔矿头前拆车牌，可能是这司机无注意，就把车驶向进前，当场甲交过去，害伊惨死。当机海到现场，把这台南仔矿车吊起来，因为车开过时阵，把一个代办验车业务的负责人碍过。事发所在伫台南麻豆监理站办公大楼边啊，空旷所在，救护人员到位时，负责人已经明显死亡。初步调查，李男执照正常，酒测值为零。后续警方将李男带回侦讯，厘清肇事原因后，全案依过失致死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意外发生伫七六早时8点外，初步了解，现场敢若先有一个代办业者，跍伫车头前北牌，负责人到位了后接手继续北牌。人伫车顶的司机看到进前北车牌的人离开，因为车头前无人啊，头前的车又搁对检验线开去，所以就慢速地去，结果煞去弄到这个负责人。有可能头前有人碰啊，那台车赶紧就要来烧车嘛，要来堆去嘛，啊无看到头前人伫遐北牌啊。只要啊无，都你手动扭起来。你要慢一点，等下叫等下我家指挥。监理站讲，车还未入到监理所验车，一般代办业者为着加紧这个新办的速度，会把这个旧的车牌拔落了后，由代办的人员到监理站走行政流程，司机是排队验车，核扣了后双方会合，才好当领到新牌。把原来的号牌拆下来缴回来，然后再来进行验车核口以后，再发给他一副新的号牌。监理站讲，从来不发生过这种的意外。过去车辆检验只有流程，无相关安全的规定。后续开会建议大车办这个检验时，应该有的防护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德中代理有一个细料的嫌犯，趁人车门无关，就弄入去内面偷摕物件，连续几落工了后，互人报警察，即摆也抓到伊啊。这个嫌犯是讲，因为伊无钱停好开，要若警察压力阁大，才会想办法去共开车门偷摕物件。警方表示讲，这个人常常犯案，会依法该上班。一个穿黑衫的查甫人，趁半暝也无人。走入去人家的顶仔卡偷开车门，发现无锁门，就直接坐入去驾驶座。不过，互住户看到用200公尺抓到人，嘛报警察到场来处理。来，我投靠墙，
说，脚后来，脚过来。一个姓廖的嫌犯去给警方抓回去。原来这个嫌犯常常趁半暝接近路边的车辆驾驶座，一台接一台开看车门敢会当开开。在了顶个月二九，嫌犯看到接货回去到处理，落车却无锁门，所以就直接走来坐入去驾驶座，结果去给住户当场撞到。我记得上厕所，他把东西拿进去之后，我老婆就听到有人开车门的声音，他就出来看。看，刚好一个人坐在车子里面，不止我们这一条，跟后面那一条都有，几乎都给他开片。附近的居民表示，这个嫌犯常常伫咧台中、台里出现，最近是锁定台里后来一家才咧犯案。警方表示，这个嫌犯常常咧做贼仔，是因为欠钱才会犯案。到场了解后，并对犯嫌盘问，确认后当场逮捕、搜身并上铐。警方表示，受害住户虽然财产无损失，不过也是以窃盗罪嫌来甲这个嫌犯上班。嘛提醒民众，除了爱将车停伫咧明显的所在，嘛得爱注意落车了后锁匙得爱背起来扎在身躯顶，嘛得爱会记得锁门。记者综合报道。抓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这个发表经济政策演说，伊表示讲，若从有选调，伊会动用这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来由伊来领导这新成立的政府效率委员会。也若含川关系袂歹的这罗西亚总统普京，伊也口说讲，伊支持笑声才有影响力的胡锦丽，伊又讲到讲已经准备好势要含乌克兰谈判。At the suggestion of Elon Musk, I will create a government efficiency commission tasked with conducting a complete financial and performance audit of the entir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making recommendations for drastic reforms. Trump 在纽约一场演说里面在讲经济政策，除了宣誓当选了后会动用马斯克，对联邦政府进行全面新计和改革，也强调会把美国生产的企业税率对一一趴降到十五趴，佮会替小拜登政府降低通膨发出的资金。伊嘛大骂这个法案主轴的列宁政策都是一场骗局。另外，伊嘛重申爱来重视加密货币，在联邦土地成立计税区，鼓励大家来起新厝，而且增加关税，促进国内的制造业。华尔街日报的民调显示，讲在处理经济和通膨的问题顶端，川普总是领先好几年。在过去十届大选，有九摆拢讲个正准的美利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奇曼，佫一摆预告今年大选的结果。Kamala Harris will become the first.Woma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李奇曼的五七模式是以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现任优势和个人迷人的所在等等十三个关键因素，做是非题来判断。结果好像你是赢八项。像是和川普关系真好的罗西亚总统普京，在国接受访问的时阵，是故意颠倒并在讲话。伊讲在一场美国大选内面支持拜登推荐的贺锦丽，佮故意去侮辱贺锦丽的笑声是充满感染力。毕竟是呼吁普京。停止干预美国的选举。顶个月，乌克兰是独立罗西亚的库斯科州，下境控制一挂砖啊头了后，中本地讲无可能含几乎和谈的普京，即马说讲已经准备好啊。那一些面的там требований да, а на основе те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согласованы и фактически парафированы в Стамбуле。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委内瑞拉七月大选了后，政府开始把反对人士随时啊处理掉。法院这礼拜批准针对着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贡萨雷兹的逮捕令，指控伊涉嫌恐怖主义。目前包括着这贡萨雷兹在内，几落名反对派领袖拢伫咧逼政府。也因为这个选举结果充满争议，各国到达呢拢唔承认现任总统马杜罗的连任。委内瑞拉今年七月总统大选结果充满争议，官方公布结果认定，现任总统马杜罗险胜原本选情声势真悬的反对派候选人贡萨雷斯，引发民众大规模示威。政府随后随即下令镇压示威者。这礼拜早前更加对贡萨雷斯发出逮捕令，指控伊假造文件，并且犯下甲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De tal manera que las citaciones realizadas al señor González Urrutia para ser entrevistado están perfectamente ajustadas a derecho y son necesarias para proseguir la investigación. Al negarse a acudir, el señor
González Urrutia está como dijimos。但算了后，反对派网站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冈萨雷斯得到压倒性胜利。地处检方发出三张的团票，要求冈萨雷斯出面来作证。严格冈萨雷斯到即阵并无插意。加拿大陪同讲，网站公布的计票结果并无影响选举委员会权力。伊的律师进前是提交一份书面的证书，强调冈萨雷斯并无违反法律，检方所讲的罪行甲伊无关系。并且证实，冈萨雷斯即阵无伫家己的住所，不过也无拍算要请求一个政治庇护。Las declaraciones que se pudieron observar el día de hoy quedó claro, quedó de manifiesto claro que Edmundo González Urrutia no cuenta con garantías constitucionales suficientes para acudir al Ministerio Público, porque no va a recibir del Ministerio Público。委内瑞拉选举机构长期跟政治权力有真深的瓜葛。冈萨雷斯逮捕令引发美国、加拿大、巴西等美洲国家广泛的谴责。真侪国家讲会伫全面公布选举计票结果进程，未承认马杜罗当选。美国是打算对马杜罗来施加压力，就已经创立一份制裁名单，列出的对象包含大约60名委内瑞拉的官员跟因的亲属。共识新闻，牛肝编译。讲到这气候暖化的问题，和全球的平均气温一年平一年搁较悬。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上最新的报告就显示讲，这是控制数年夏季平均温度平去年是增加0.03度，是地球有史以来上最热的夏季。那美国加州九月了后，搁再出现45度的高温。另外，这个欧洲、南美洲国家也一直咧发生火烧山。美国加州的西蒙哥国家公园的温度计边啊，游客翕相纪念。加州附近毛高温警告的标示，受到气候变迁影响，全球暖化是愈来愈严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上新的报告显示，全球2024年6月到8月3个月的夏季平均温度达到16.8度，比去年高0.03度，是地球有历史以来上热的夏季。This was the warmest August and the warmest summer on record globally, and this is happening in a moment where, as we were discussing, El Niño is no longer the main driver. 去年中世纪录上早只有到1940年，严格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气温监测记录，为19世纪中叶就开始。科学家指出，过去10冬的平均温度是定期测量以来上热的10冬，更加可能是过去12万年以来上热的10冬。在这气候变迁的影响，极端气候更加明显。美国加州进入9月以后，当地最高出现华氏113度，等于是历史45度的高温记录。好天气预报员警告，当地周末可能出现达到48度危险程度。You adjust your events. You go out at night or early morning. You try to avoid after 9:30 and before 6 o'clock at night. Usually sunset's better.美国国家气象局佮对洛杉矶附近的农村地区发布红旗警告，提醒发生野火风险提悬。暂时，南澳的西班牙、南美洲的厄瓜多佮秘鲁，嘛拢因为温度真高，引发严重的森林大火。公司新闻，但是东北约。诈骗集团最近拢透过这面在 IG 等等的社群媒体，假作是名人，一直伫拍广告，甲民众骗购资，或者是投资诈骗，严重损害到这人的名声。警方也讲，已经有真侪名人来甲因报名了，报警察了，也呼吁这民众呢，就爱提高警觉，唔通去防怪去。伫网络媒体内底出现作家霍玉立要上册的消息，伊是真出名的作家，也捌伫台积电做工课。这个消息看了真好看，其实是有问题。好好的，还搁伫个网络顶回应讲，这是港骗的，因为网络诈骗手罗百百款。最近流行透过人面册、IG 等等社群媒体，套用出名人士的名义，要上册或者是拍广告，向民众点雷来骗购资，或者是投资诈骗。我没有投资股票，到处作嘴了，起码。那千奇百怪，招式太多了。像陈文茜啊，然后像吴淡如啊，还有几位知名的作家，他们也都在我们的那个社群媒体上遭到了就是诈骗集团，就会有一些证书的一些活动。那所以也会产生就是对我们出版社、对作家、对民众都有很大的困扰。实际去出版社的店面，出版人员讲，因为即马真是惊投资，亲像张忠谋、甲黄金芬等等业界人士的名，拢捌去互套用，也阁有亲像吴淡如、甲贾德清这类册销路真好的作家，嘛是真困扰。出版社的立场其实是有点不生其扰啦，有一些人会跟我说啊，你们都用送书，我们就不用买了，是不是送一本给我们？
我们说没有啊，我们没有在送书啊。其实坦白讲，我们也找不到那个诈骗的那个对方。那如果确诊个人没有出来，出版社的角度也不知道怎么去发落这件事。确实，诈骗的部分，我想越来越猖獗了。当局咧抓网络诈骗警方的专职单位讲，有不少真出名的作家已经收集资料向警方备案。而且也在以个人的买账名来买回。比如说我常常去就是搜寻一些类似财经书本有关的这种资讯，那这个脸书广告它的演算法就会推荐这些内容去给这个受众目标，那也相对这些民众就会更容易去点击到这种诈骗广告。警方提醒民众，网络上车诈骗是不少，只要是的广告内容差不多每一天都会更新，好有民众大意小意，不能去红线大意。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这至少性暴力的案件，会当报告偌详细咧？卫福部公布讲，这规定这受害者的资讯是拢袂当公开。不过民意代表却认为讲，若准备保护这些受害者，可能连加害者的资讯也袂当讲。这当中究竟会当报告什么款的程度？卫福部拢的规范拢无够明确，予大家颠倒，唔知影要安怎做。有关儿童性暴力事件，媒体要安怎报道，才当避免方法造成被害者身份叫人公开，这一直拢是外界关心的焦点。卫福部顶个月十二公布媒体报道儿童性暴力的指引，其中包含只要是主管机关审议通过内容，媒体拢会当适度公布。啊，不过台北市社会局反映，这项法令无定具体实务的执行办法。这个会议的成员的人数啊，或者是审议的原则啊，建议可以更有一些明确具体的一个原则或指引。立委认为，这个指引无定可行的方式，包括审议委员人数、审议官职规范拢无。公告的这十多天，和一寡媒体、地方政府唔知要安怎做。卫福部保护司是回应，无定审议委员的人数甲规范，是为了要让各行政机关留一个会议的方便性。那是台北市进前发生幼儿园有不实的老师牵涉到性侵真侪的细汉囡仔，暗过媒体说因为加害者甲被害人资讯过度重复，烦恼讲被害者的资讯会予人流出来，唔敢报道，嘛烦恼会防范。现在的服务单位，你是不是应该去放宽它？但是你不能去再进一步的去报道，真的是可以去找出那个被害人是谁？到底这个被害人身份资讯要到不特定人还是特定人知悉？作为一个将来修法的一个方向，大家再来做一些讨论。卫福部保护司表示，会阁找儿少相关团体专家做伙开会讨论有关儿少甲性暴力事件身份资讯的公布范围。面临儿少性暴力事件的新闻甲媒体，拢应该用中性的语气来表现，尊重被害者的感受，避免对行为人无心审判。记者综合报道。中秋特别到啊，真侪人有送月饼的需求，不过台东却发生有人订一万粒的绿豆椪，厂商做好事也却无人来摕，落尾厂商只好把这货放伫网络顶头，一粒卖十块，总算是消了了啊。台东市这间食品行，当日把这中秋绿豆椪的月饼包装好势，原来这批绿豆椪是一个外县市的老客户做文的，不过落尾却共促销。头家讲，当初咧做文的时阵，数量的需求沟通不良，虽然对方有先付定金，不过落尾手也是决定外卖，造成一万粒的绿豆椪卖不起，损失估计有五十万。就是我们入单有一些疏失，然后被也算是我们双方沟通上有一些失误啦，所以我们就这造成这笔单弃单这样子。这绿豆椪保存的期限真短。今朝初五赶紧伫个网络顶卖，一粒十块要紧卖掉。加在有市民代表甲伫上乡公所看到，出面斗三工买几批送给民众，结果人一个手就买四千粒，真紧就卖了了，解决烦恼销卖出去的问题。然后刚好看他脸书说他有被弃单的情况这样子，那我想说啊，刚好我自己也蛮喜欢吃的，所以我就想说要去买这样。我们用行动支援一下，那同时也在可以中秋前。来赠送给我们慈善的文件站跟关怀据点的长辈。业者讲，今年台东观光已经起歹，民众唔敢开钱买月饼，价格比往年减四成左右。原因就是这届了一个真吃力，加在这届有人出手斗三工，降价亏损。记者综合报道。
2025年，台湾要全面开放纽西兰的鹿茸进口，会当免关税。也因为这纽西兰的鹿茸偏台湾的搁较俗，到时阵会影响到咱的本土产业。不过，饲鹿啊协会就表示讲，台湾的鹿茸较鲜，有关是有优势，也那农业部也会骨力推销。饲鹿是国内重要的畜牧业，国内养殖户477户，在养数量是1.3万只。以台湾水鹿为主，会当创造将近6亿的产值。不过2025年就要面对着考验，纽西兰鹿茸会当零关税进口，至少填有本土的1/5。农民加减啊会烦恼竞争力。我们鹿茸的牺牲一定很大的啊！你还是担心低价的，你会比较拼不过去这样？一定的啊！为了要赢战，零关税进口的鹿茸靠关，特区所里这10多年来嘛，继续来研发提悬养殖的效率，包括降低饲料成本、提悬生产量，为一对300牛提悬到500牛，嘛提悬自然配种的数量，提悬生产量卖当降低成本。饲鹿啊协会认为，国产鹿茸嘛是在地生产的优势。其实华人的一个观念里面，其实地产地销在地的新鲜才是好东西。特区所表示，经过科学实验证明，鹿茸是优良的保健产品。用蓝羽猪的这个受伤的表皮去做，那发现它跟对照组，它有一个非常显著可以改善表皮修复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另外在小鼠的这个肠道里面，它有抗发炎的这个成分。为了要改变鹿茸是老大人才会吃的保健产品的形象，农业部嘛甲业者合作，陆续开发符合现代需求的产品，像家里益生菌或者是益灵菌内底，希望让消费往生活化、医美化、个少年化的新兴市场来发展。记者林俊明，吴家宝台报报道。美国劳动部在9月7日发布囡仔干旱强迫劳动制品清单，台湾远洋渔船所抓的渔获就伫咧名单内面，嘛指出外籍劳工伫台湾的远洋渔船顶头呢，即劳动环境真歹，甚至会让人虐待、甲语言霸凌等等。台湾已经是第3届被美国点名，民间团体就批评政府讲，若准唔来积极处理即外籍渔工人权甲劳权的问题，恐惊就会失去国际市场。台湾渔业特别是传出有外籍渔工受到资方恶劣的对待，美国劳动部9月7日公布囡仔工含强迫劳动制品清单，台湾的远洋渔会已经红点名第3届。宜兰的渔工职业工会就批评劳动部将渔工的代志拢提予中人头家去管理，校长兼讲情，致使这些外籍渔工直直无法度在法律上得到保障。渔工跟中介要签一个劳务契约。所以雇主的劳务的管理权都交给中介去管理，然后中介公司又要跟这个渔工签署一个委任契约，就是委托他的就服务嘛，就很错乱，而且球员兼裁判啊。美国劳动部在这份清单指出，外籍渔工上渔船了后，要伫咧真歹的环境，逐工做18至22点钟，甚至会予人凌迟、甲言语霸凌，佮会予人用无正当的理由扣薪水，甚至佮袂使解约。针对台湾渔业济济劳权含人权的问题，绿色和平基金会含济济民团发信文告，也叫政府着要求远洋渔船要装 WiFi， 予渔工会当随时反映问题，嘛着确保这 WiFi 有通信的作用。现在的科技其实渔船上面都是可以装 WiFi， 对，那这些通讯系统也是可以去降低渔船受到渔工受到孤立的这个状态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认为说台湾政府应该是要强行规定，确保这个通讯权。这个最基本的人权是受到保障。联合民团也指出，澳门今年通过企业应受尽职调查指令，而且禁止在澳门市场内底出现有强迫劳动的产品。民团指出，这已经是国际共识。伫咧美国这份清单嘛带入这个概念，因着呼吁政府要赶紧改革规个台湾远洋渔业的管理制度，那无咱恐惊失去国际市场。也那渔业署是回应讲，会继续落实渔业含人权行动计划，伊嘛呼吁业者要积极提升外籍渔工的劳动条。记者卢尚祖、郑俊友台北报道。传统工艺、传统木雕保存者李炳贵老师有举办一个传式体验课程，用茶刻的这个布袋戏台，也就是彩楼做的，解说到这雕刻的手法和工具，让民众对传统的雕刻有更深的认识。
传统木雕保存者李边基师傅现场示范雕刻的工法，民众嘛把握机会请教问题。李边基老师是鹿港传统木雕的第五代传人，爸爸是出名的艺术李尚林。李边基作品除了木雕插花、神轿，对佛像人物的雕刻嘛真内行。这边是以传统木雕的布袋戏面做主题，和民众了解木雕的手路甲工具。甲各位学员介绍戏面的安怎设计、安怎组合、工课的中间做的过程是安怎，包括迄落雕刻内底的出头、对联。这座传统木雕的戏棚会当随时拆开，搁做起来是上大的特色。搁有这个利用透空雕刻的小面点，就是要和搬布袋戏的师傅，通好看到台下观众的反应。会当活动的跳汤砖塔，才袂去伤到布袋戏红啊，一一来破解木雕的技法甲戏棚设计。看到这个拆解的过程啊，其实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它利用很多的卡榫啊，然后让我就是让我们知道，哎，原来它可以这样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拆解下来。啊，邱老师吼，伊讲到讲这个吼，伊这个茶雕这个吼，底土吼，就是讲分黄土加这个啊，主材建筑的部分是拢讲主材较侪啦，啊，这就是咱吼以早吼，较未去注意到吼，因为拢去学这个安金啦，这个彩绘吼较砍的。李斌给老师表示，传统木雕有分作大木、小木，亲像庙宇的木雕插花、毛身上这种立体圆雕。希望透过课程，让民众了解木雕的应用，感受传统工艺的美感和珍贵。记者杨淑晴从华报道。来自全国87位工艺师，用雕刻、插花、飞啊、编织啊等等呢，即将有百外件工艺作品伫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展览，用文化传承甲创新做主题举办这工艺特展，会一直展览到九月底，邀请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工艺师向参观的人上介家己的作品，这场展览当中有木雕、插花、飞啊、射花等等，即将百外件作品。主办单位表示，透过展览的方式，那增加工艺师互相交流的机会，嘛，让大家会当来了解家己在地的工艺发展。工艺吼，万地深刻啦吼，咱邀请全国性的工艺大师来到咱家己吼，除了啊，咱的一个技术的交流，啊，我想啊，别个嘛去发现到咱家己，其实嘛有足侪足优秀的工艺师，就伫咱家己来创造、来发展。这个工艺特展邀请全国87名工艺师。百外件作品，然后人间国宝甲国家工艺成就奖工艺师的作品，佮有各县市工艺保存者拢有做会参加。赵工艺师表示，这是一个真好的学习机会，可以带很多灵感哦，然后启发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你必须要透过每个作品，然后每个老师的指点，然后你才有一点更好的想法，把自己提升升华起来。每一个人所做的物件，拢各有千秋啦。哦，啊，功夫嘛，唔是讲什么人上好诶，互相吸收对方啦。咱诶功夫会当去看别人诶，人别人诶搁较好，咱会当搁较捡起来搁学习。嘉义县竹罗山艺器协会表示，各种无同材料诶作品，呈现工艺文化诶多元性。啊，望透过展览，互台湾诶工艺文化会当继续传承以外，嘛希望互民众会当来认识台湾传统工艺创新甲进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这几年，民众对台湾本土文化愈来愈重视，学台语的方法也愈来愈侪款。台北就某个团体找来去到新竹图书馆，除了分享家己的经验，嘛要教大家打造一个台语生活化环境。带囡仔做伙来唱台语歌，各用笑开的方式讲台语故事，予大家听。趣味活泼的活动，连阿公阿嬷拢专工带孙要来学台语。讲一般即卖囡仔拢是干呐讲国语，啊去学校嘛讲国语，啊伫厝的甲大人嘛是拢讲国语啊。啊，就是无即个环境去予伊。学这个台语，算讲叫伊食饭啊，叫伊洗身躯啦，叫伊通啊，安尼伊拢听有啦。这单向的安尼伊听有啦。啊，你若规句的拢要倒起来哦，可能伊就较无多。囡仔爱听故事，啊，阮大人嘛爱看册，啊，甲囡仔有册会使看，会使讲，
这是很好的事情。今年新德市所举办的月托推广讲座，特别邀请台语团体来分享，除了用讲故事以及耍游戏的方式，让孩子学台语，还以母语家庭经验来参大家分享安怎打造一个充满母语的家庭环境。我们要知道学一个语言，你不可能听一次两次就会晓，所以你刚开始跟孩子说的时候，他会跟你应华语，那是很正常的。我们不用因为他应华语，你就感觉自己失败，就没继续做。跟到是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就是坚持你平常时啊，日常生活继续说。哪来哪增加这个讲的比例安尼？你教囡仔讲台语，日常会拄到什么困难，要安怎解决？啊，有咱台湾有啥物资源会使使用？啊，五万就是在咱的所有的拍拼会当，互今日的活动会当，互咱的家台语家庭，吼，伊在带囡仔的时阵，吼，会较顺遂。专家讲，大人免惊囡仔听无台语，就无爱参囡仔讲台语。其实囡仔拢是语言天才。只要一听一讲，加上身躯边也是有台语环境，囡仔真紧就会学会晓台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高雄的红鲁里最近出现真侪只大只餐饮，李长是顶一阵仔呢去到日本参访，参考当地是利用这餐饮的模型来观望，避免去互绑定，到底这是有效也是无效呢？李长表示讲，目前还搁在咧试验，不过学者认为讲，这可能是无啥效果。民众发挥创意，交有一个大人手掌这么大的餐饮模型做改造，甲挂起来，风吹来吹去。高雄红树里最近啊，街头巷尾出现各种设置的大餐饮。原来这是李长进前去日本奥克纳瓦访问，看到当地用餐饮模型来挂板仔的皮包。回来台湾了后，伊就用伊美术的专长，买餐饮模型回来家己彩绘，嘛发给社区的志工做花做实验。是阮一个里面的后口，因为种足侪花草的，啊，佮有狗啊，我着挂两只田的伫顶面，啊，伊为原本的170几公分的迄网啊，伫的高度，然后伊伫10分钟之后着降价。即马佮你试验。应该是有效啦。即马社区内底差不多有20只大餐饮，挂伫咧窗仔边、门卡口或者是花园。李长社食员表示讲，经过一礼拜实验，里面反映蚊仔敢若有变较少，嘛有感觉蚊仔伫咧飞的管道有降低。不过学者拢认为，餐饮模型来赶蚊仔无啥效果。中山大学生物学系的副教授颜胜宏伊讲，目前还无用我的餐饮。或者是模型来研究蚊子闪得人的行为，感情真有效果，恐惊爱过长期来实验才有法度确定。如果有要前往高流行风险地区的话，也别忘记做好自身的防蚊保护措施，那穿着浅色的长裤长袖，那皮肤裸露部位喷洒敌避或者是派卡瑞丁类的组成分的政府合格的防蚊液。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强调，防止天高热伫咧社区传染，上要紧的要是环境爱清气，有时阵买当用蚊仔叮，买会当发挥效果。记者柯昭荣，高雄报道。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分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也过未来三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